ちょっとお前、その目つきが気に食わねえ。邪魔だ邪魔だ。わわわ、快攻手不能抓人。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，好像是要跟这个人买情报。告诉你，我有个不错的情报，要不要买？哇，30000块，算便宜喽，买喽买喽。很好，我收下了。那就告诉你说好的情报吧。北边一点的录影带店里，其实暗中有在做一些生意，就是那个卖色色影片的那边。问我卖什么，你就去跟店员说，遭际遇的人妻，请捆绑我吧，试试看吧。情报就这样子，总之你说了就知道喽。录影带店，那就刚好是在这边啦。我来去看看。店员，我又来了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还有很多没摆到架上的哦。就是这个吧。这个有吗？啊，好的，那么这边请。哦，这个就有了。哇、哦，彼此都别问多余的事哦。天哪，这是什么？所以我在这边就可以买得到小刀了。天哪，旁边还有那是关刀吗？高尔夫球杆也有，这也算武器。让我看看商品吧。哇！哇，100000块！天哪，原来钱都是要在这边花的。高科技脚甲，哦，哦，有有有，这里就有在卖武器的，匕首，30000块，似乎相当好用。好，我们等下就买一个匕首。我先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。轨道车的马达零件。看起来好像要买很多个，哎，总共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先来买一个匕首，30000块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个匕首去找一下真岛老大了。哦。原来这样的店里面有偷卖这样的东西啊。哦，这边地上又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哦，是怎样，大家都把钥匙乱丢在地上是怎样，就在路边练习挥杆是在干嘛。哎呦，真岛老大，我这次可是有准备好刀子哦。そこの桐生ちゃん、止まりなさい。这个出现方式超吓人的。根本鬼片。怎样，吓到了啦？因为这个上次已经有看过，我就直接跳过了。
再看一次他姿势还是很好笑。还有大三 K， 跟我东西哪有什么关系啊？快给我看！好了，我有带一把匕首。违规，不行啊！童声老弟，你怎么有带武器呢？被找到了，童声老弟，糟糕啊！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带这种危险东西，你想要干什么？这样子，我身为巡警，可没有理由不取缔你了。你该不会一开始就打这主意？天哪，他拿着棒球棍呢！我要照我的意思跟你打的、啊。不是警棍，是棒球棍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真岛巡警，过来！我操！我哎、欸，等下扣好多血，我赶快赶快回血。这个文鸟可以干嘛？哦、那个棒球棍打人好痛啊！哇！哦！哎、欸，怎么打啦？哎、欸！对呀。哇！赶快赶快，我踩他鼻子！不要让他有！哇！赶快！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！哇、哦，吓死我！那棒子打人好痛啊！不小心就着了你的道火了起来，好久没这样子打架了。你好像稍微找回以前的自己的呢。用逼的也要跟你打下，用意是没有白费了。嗯，哇，看来真岛老大对童声真的是真爱啊！不会吧？哈哈，真是让人兴奋哎！多亏大哥，我的确逐渐回复到过去的。哼哼哼哼。哇，要赢他十次啊！哈哈哈！哇，战胜拿球棒的他要打十次，狂犬的精髓匕首。所以，哦，他会自己学。哦吼！先不管这个，我要先去吃一碗牛冻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欢迎光临。哇，这看来要吃个特大碗，可特大碗已经吃过了，所以我就吃个大碗，再吃个普通的，应该可以回满血吧。我再吃一碗，啊，还不能回满。なんてことだ。なんてことだ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吃完还会显示说称霸这间店的。哦，这边又有一个，该不会也是置物柜的钥匙吧？
欸，真的耶，他们置物柜钥匙都到处乱丢是怎样？来，慢慢找吧。欸，不是吧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们不是才刚打过吗？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，可我可不能平白就放你过去呢。我。まさに運命の出会い。相変わらず。硬要打就是。起来。踩鼻子。哦，这招强哦！我可恶！有，在角落连续踢击。角落呀、yeah, 要赢了要赢了，哎呀呀，踹死你。看起来台词是一样的。Kiryu-chan，阿妈妈呀！又学会一个近身勾拳。我刚发现这里还有一个，这应该也是钥匙吧？投币式置物柜的。哦，他没有说是在地下。欸，就这里吧。我们刚才拿到的是第一，是不是？拿到了束缚。我刚才还有拿到哪些啊？置物柜钥匙。它没有显示说。是哪一个吗？哦，替身石是什么？看起来好不吉利哦。黄金甩棍，有了，可以开的，它颜色会不一样。幸运花牌，哦呵。对，总有一天我可以把这个柜子全打开的意思就是了，但钥匙可能就是散落在这边，那就要随时注意，就是地上发亮的地方哎。哇，这下走路要更小心了。人，来讲一下话吧。怎么了？没了，有个跟我很熟的大哥拜托我帮忙找人。然后怎样？他要找的就是穿着像小哥你这种灰色西装的男人哦。跟你很熟的大哥是啊，明野族体系的老大啦，该不会就是小哥你吧？啊，没事，没关系的，抱歉怀疑你了，请不要生气啦。其实你找的真的是我。我们来。久违的前往瑟雷纳吧。
哎，又有人过来。哎，这不是星辰前面吗？熊哉，不赶快来帮我！哦，哇，哇，哇，那好像是计程车，这样随意开计程车，你头还健在吗？可怕，欸，是从这里进去吧？呀，好久没回来了，十年了。哦，这里又有钥匙，捡到一万。哎，要重现门了，好吧。我想说，我应该是熟客，可以从后门进去了。等一下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你真的是紧追不舍哎！我今天跟你打了两次，这第三次喽。就是换用流氓模式跟他打。这里啊！撞墙，撤！哇！集木，工作人员募集中。这里啊！哎呦！哎，但抓不起来。哦，又有了。哎，应该一样是靠墙。那边挡了一个人，不然我蛮想看看。推到那个贩卖机的话会怎样？哦，你们又到车子来，哇，可惜，气不够，不然我刚想说可以夹他的头的。さすがや。せ、またな、ケルちゃん。这次又可以学到什么了呢？おもろいな。蓄力终结重击。但是啊，那个什么，就是唐岛之龙的模式，就是现在招式很少，所以我现在还是不太想用。刚用那个流氓模式，它终结技好像比较多样。哎，怎么进去？为什么进不去？哦，是这里，我走错店了。久しぶりだな、レーナ。真的好久不见了哦。キリュウちゃん。哇，十年过去了，还是长得一样。そうだったの、風間さんが。でもキリュウちゃん突然来るんだもん。驚いちゃった。悪いことをしたな。今に始まったことじゃないけどね。レーナ、おやすさんは俺に言った。ユミを頼むってな、うん、あいつのこと何か知らないか。あの時病院から失踪したって聞いてからは何も。居然連你都没有消息。5年前ここに水木って女の人が訪ねてきたの。美月。彼女沢村ユミの妹ですって言ったわ。ユミに妹が、うん、うん。でも妹がいたことはユミちゃんも知らなかったはずよ。はあ、ユミちゃんだけ生まれてすぐ行き別れになったんですって。ああ、原来如此。そうだったのか。で今その水木は。それが詳しくはわからないの。我以为你要拿他的资料，像是拿酒。ここに顔出してくれてね。そのうちユミちゃんがいたこの店で働きたいって。4年くらいいたんだけど、去年急に自分のお店を持つことになったの。お店の名前はアレス。
アレス。場所は？オープンしたら知らせてくれるってことになってたんだけど、まだ連絡ないのよ。こっちから聞こうにも連絡先変わっちゃってるみたいで。そうか。所以失联了。ユミちゃんによく似てた。会えばすぐにわかると思う。ここに入れ墨入れてたわ。花模様の。ユミの妹らしくない。邪魔したな。またいつでも来てね。私にできることなら何でも協力するから。ああ、リナ真是好人ね。錦山君のこと聞かないんだ。それとももう誰かから？ああ、そう、自分の目で確かめるさ。人が何て言おうがな。你们是已经看了他邪恶的笑容了。5年前建てられた。就是2000年盖的。小さなバーがあるの。マスターは飲食店の元締めみたいな人よ。新しい店ができたらマスターに必ず連絡が行くわ。アレスの場所もきっとね。そのバーの名前は？バッカス。え、あ、不就是我们刚才来的地方吗？今后能够使用基地了。哦，这里就是基地咯。所以我应该是跟 Elena， 我要保管东西。ミレニアムタワーの裏、そこのマスターならアレスの場。またいつでも来てね。え？え？哦。哦，原来是在这里啊！我在那边找那么久，使用道具箱。这个面纸到底有什么用？然后这一包是十年前被关的时候在路上拿到的。卡牌应该也暂时用不到吧，围巾好像也可以先收起来。好，出去吧。现在贩卖机是可以买东西的吗？我这是卖烟的，好像。所以我们要再回到酒神那里去。哎，又有人来找架打了，你是不怕死就是哦。